商业行为，那商业行为不能够在机构里面，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工厂专门做这件事情，就是合法的。而且大家知道外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职缺可以给这样子的孩子们去工作，与其在外面可能不是这么的快乐，或者是说对待的眼光会我想他们今天工作状况，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今天被谁称赞了他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孩子的进步，让我觉得他们很甜，我心里面也很暖。那为什么今天会来？我身边的这位很优秀的企业家钟董事长，他是一个很腼腆害羞的男生，可是他的爱心从来不腼腆。那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屏东很穷困的环境，那后来呢，我上到台北去打拼大概20年，那我现在事业是小有成就，也没有说做得很好，就大小有成就。那因为我在南京一直在做慈善公益的事情，那坦白说，因为我底下也有三个妹妹，我最小的妹妹也是重度残障，所以那状况我照顾妹妹，我知道那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会尽可能的尽量去多做一些关怀这些弱势团体跟这些社会团体的事情，因为我家自己妹妹是那个状况，所以我很清楚，我都有问题。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就像南姐所说，做善事，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开心。那因为前阵子就是过年后的时候，我跟南姐有一起做了一个小的善事。那后来呢，这中间因为那原则上就是说，就我的部分就是说，原则上就是在我们的业范围之内，我会帮助更多的弱势的团体。或这些社会团体，因为我觉得行善让我觉得我很开心。好，那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总是充满活力，不遗余力。我看他充满了正能量，到处为爱做公益奔波。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今天他引荐了钟董事长到喜乐捐助50万元，这是一份大红包，也是一份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因为喜乐方舟的园区，我们常常在奔波，在筹措一些的经费。那未来这一笔款项，我们是专款专用，我们要支持身障者，能够一帆风顺，在就业的道路上可以一帆风顺，而且能够走向康庄大道。那喜乐的创办人妈喜乐女士，喜乐阿嬷，从早期她变卖家产到台湾，来照顾很多的身心障碍者。所以我非常感谢的是这一份爱。